是我通知他说你在这儿，有些话他在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，想亲自跟你说说。嫂子，他还是不愿意原谅我，会有那么一天的。今儿倒是老实，也没打被子。春心儿，我今天见到吴一了。他想跟我说话，我扭头就走了。我这样做是不是太绝情了？他对你做的事儿，那才叫绝。可我看见他难受的样子，我这心里也不好受。别理他，最好一辈子都不理他。我刚嫁给吴聘的时候，她还是个小女孩。现在我当娘了，她也快当娘了。是吗？他什么时候生啊？应该快了。春心儿，你会做小孩的衣裳吗？会。你教教我。你。二姨。你继续啊。是我错主让吴一回来的。他最近身体非常的不好，心慌气虚，刚好今天吴三位到我们仁寿堂来坐诊，我就叫人把他接回来了。少奶奶脉细如线，是典型的血虚症候啊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气血兼补方为正道。若是平常的妇人慢慢调养即可，可是少奶奶临产在即，若是身体血虚交织的话，怕有难产之忧啊。所以呢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，平时的饮食起居呀，也一定要多加注意。既然已经到了泾阳，那就回西院住吧，家里什么都有，一应俱全，你娘照顾你也方便。哦，太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全放到桌子上，千万别磕了碰了，都是老爷特地给小姐准备的。还有，这个药早晚各一副，三碗煎一碗，千万别弄错了。好，记住了。这些都是药材，把这些药材全放到仓库，一定要放到安全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好。五一回来，姑爷没说什么吧？
老爷没说什么，老爷让小姐安心调养，过两日他忙空了就来探望。啊，娘。啊。这是谁做的？这是嫂子做的。朱莹。对呀。听沈雪说，她熬了好几个晚上，给你亲手缝制的。你喝的汤药里面的当归，你爹说在仁寿他那，他说品相不好，派人到甘肃的岷县，给你买最好的当归。你不仅仅要看收支这一栏，还要知道存货的周转、账款的周转、现银的周转，还有总量的周转。嗯，好，我去，我去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怎么了？少奶奶，徐儿的人带话来说，一小姐难产，生了三个时辰，孩子都没生下来，现在雪崩了，她。我说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程爷，孩子没抱住。一妹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跟你赌气，和以前一样，一样，还和从前一样。
西院的大门口了。是真的喜欢我吗？赵大人对你也是一见钟情。大哥，一妹妹的很多事情还等着你拿主意呢。我倒没有什么主意，一切都用最好的。他在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给过他什么最好的，只有……大哥。你也不要太悲伤了。一妹妹走的时候，她脸上是挂着笑的。她跟我说，她很高兴，因为有你。我给过她的。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，但是我现在唯一记得的，只有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开心。他做了新菜，总是第一个给我品尝；有了心事，也是第一个告诉我。说，他最崇拜的是你，武艺高强，自由自在。他最羡慕你跟吴聘的恩爱。我真傻，我念念不忘那些悲痛的往事，直到他不在了，我才发现。其实那些根本就不值一提，我真正忘不了的只有他的好。我应该早点放下过去，早点原谅他，早点来看他。
怪你，谁都没有想到他走得那么突然。我还以为我和他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去找回从前。我也以为我跟他还有一辈子。人生无常，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了。过去的，就让它过去吧。